光检查病检查了一个将近一个半月呀、啊，定下来他这个是癌。疼的时候，这夜里边一宿宿都睡不着觉，一疼就疼醒了。当时我不住院，不想治了，八天以后，这老伴不行、啊，老伴病不想治。做了一期化疗，他还要求我做二期、三期，我死活都不愿意做。下到这以后，不说话了，不说话了，休息啊。大夫说，要给你治也行，不过你太痛苦了，那我就算放弃了。能治就治，治不了你就要放放心情，自己能找点事情做就找点事情做。孙岩死，我个人的解读，我觉得其实是给我们一种选择。嗯，